看一下，我这个番茄是8月8号定植的啊，到现在今天是24号，然后这几天呢，这5天之内呢，被大水淹了2次，可以看一下我拍的小视频，你看一下。和前天下的大暴雨是一样啊，这水都到这个位置了，你看一下这番茄淹的，是吧？你看，到处都是水。这个时候只有青蛙高兴。最后呢，我在我们这个技术群里面，我发了一些视频呢。我说可以是用这个机制栽培的啊，如果是土壤栽培的情况下，可能就报销了。啊，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这个水啊，无论是机制栽培还是这个土壤栽培啊，我们浇水的时候呢，啊，一般分为一个有效水，一个无效水。啊，无效水呢，就是说这个缝隙大，浇水以后呢，会随着缝隙啊，用重力作用嘛，会沉到下面去了啊，根系吸收不了啊，对根系呢也造不成啥危害啊。这种那一个空隙呢，实际上是提供氧气进去的啊，提供这个根系呼吸的。另外一个呢是毛细管啊，毛细孔啊，这些呢水分进去以后才能把水分锁住，锁住以后呢，然后根系搭在这个位置以后，它把这个水分、养分呢吸收到这个作物体内当中去，这被称为一个有效水，啊，一个土壤啊，它这个那个容量比较大，啊，有效水量非常大，而无效水呢会非常少，就是一稍微有点水以后，它就会把这水锁住，啊，就造成了这个透气性差了，最后产生那个根浮，把根伤了以后，就我们上述了，涝灾啊，淹了。而这个机制栽培呢，它这个大孔那个面积比较大。数量比较多，毛管非常少，这样情况下，稍微水往下一加降了以后，它上面的那个大的孔径都露出来了，这个空气啊自然而然的就扎进去了，这样情况下就会不影响这根系的啊呼吸了啊，这样情况下就是无土栽培、机制栽培，防止水淹这样的一个原理。